在高雄县大树乡当铁工的郭四德，他一年多前迷上了数独，只有国小学历而已，但是他竟然自己想出了196个建方的超级大数独，还取名为世界和平图，这也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的数独。黝黑的皮肤，腼腆的笑容，他是郭次德，只有国小学历，却创作出全世界最大的数独。这张比人还高的数独，长宽各有196个小格，每一行每一列都从数字1到196组成，绝不会重复。光是画格子就必须画上一天，在日以继夜脑力激荡了半年，才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超级数独。现在写个独孤，写个杜姑，我就可以困。啊，那困醒，困醒起来，啊，就不管几点啦，只要是困醒起来，我就搁写安尼啦。一年多前开始接触数独，郭次德就像着了迷似的，从四格、九格一直向上发展到196格的大数独都难不倒他。而且发现了吗？他还帮每张数独取了名字。这张超级大数独，他就取了"世界和平"，原因为何？他有他的见解。196×196。这个就是代表国家的意思，以数目以为1到196无重复，代表讲这个国家的百姓，甲这个团体，啊，拢真和平了。以不重复的数字象征人人和平。从事铁工的郭次德用另类的方法看数独这个风靡全世界的游戏，他还要申请世界金氏纪录，向全世界证明世界最大的数独就在台湾，和平也从台湾开始。